不用再 P 图。大张伟真把绿发染黑了。近日天天向上因为大张伟和某期嘉宾李诞、池子等人的发色和发型问题被提出批评，并要求加强树立主持人健康向上的形象。随后大张伟果真染回了黑色。大张伟染回黑色了。因发色被批评，马蓉公开吃爽怂着，马蓉的底线是什么？521发微博秀恩爱，马蓉公开是爱送者无底线。521发微博秀恩爱。521尽人皆知，情侣之间彼此秀恩爱发红包的日子，好像在这一天不发个朋友圈，就算奉告天下人自个是单身，秀个恩爱标个白没啥的。但是即使有这么一个人，居然也在微博上揭露实爱，还顺路发了自白，你说你这不是找骂吗？他就是实际版的我是潘金莲，机敏的你们一定可以猜得到是谁。出轨门事情后，马蓉就将自个原先的微博以300万的报价成功卖出，又注册了一个新号叫马蓉公益工作室。尽管工作室是为了公益建立的，但网友们并不配合，微博下的留言相当精彩。被网友怼没钱，还在微博澄清说自个不差钱，并附赠一张堆满人民币的配图。一面称自个不差钱，一面在微博揭露宣称想让自个净身出户不可能。最让人承受不住的是，马蓉竟然微博公开是爱宋哲。马蓉微博称睡了个好觉，醒来一看爱的人都在身边。宋哲朋友圈都是这条狗。马蓉公开吃爽怂着，马蓉的底线是什么？521发微博秀恩爱。不过网友并不配合，遭宋祖德爆料与王菲分手。谢霆锋忍无可忍发律师信息浪娱乐讯。北京时间5月27日消息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继林心如与霍建华的工作室齐向内地娱乐评论家宋祖德发律师信，部分已婚夫妻却被对方指为非法同居。发律师信以及澄清声明后，宋祖德迅速道歉。早前宋祖德在微博声称谢霆锋与王菲已分手，还扬言如果爆错料就直播吃屎，后来还说谢霆锋输了，我有风度，我不逼他吃。然后再说我赢了，谢霆锋助手正式间接承认王菲分手，我不想看到谢霆锋吃，虽然他输了，到此为止。遭受网络诽谤发声明，昨天5月26日英皇娱乐有限公司谢霆锋霍汶希不再忍让，并委托北京望恒律师事务所向宋祖德发律师信，并就近日遭受网络诽谤一事发声明，指2017年5月24日微博用户未来网发布了一篇文章，称谢霆锋已分手，并声称为谢霆锋助手霍汶希证实的。但是该文对谢霆锋的描述并不属实，霍汶希也从未就此事发表任何回应，声明指该文章还在线上，已被阅读逾3万次，即遭大量不明真相的媒体和网络用户在进行转载。同时还提起微博用户宋祖德发布多篇网文，多次人身攻击谢霆锋。宋祖德删除贴文谢霆锋，霍汶希对这些不实内容表示震惊，委托律师发表声明，声明如下：相关微博用户及转载上述不实文章的媒体网络用户应立即采取屏蔽、断开链接等方式停止虚假极具侵害性的报道。英皇娱乐谢霆锋先生和霍汶希小姐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，并将坚决通过法律途径抵制网络暴力，追谣言炮制者含转载者的法律责任。
换言之，他们必追究到底。究竟宋祖德会否再次公开道歉、平息风波，以及维持史论埋单？声明发出后，宋祖德立刻删除其相关贴文。影影宋承宪因限韩令与刘亦菲分手，南方公司回应否认网。一娱乐5月27日报道。27日，宋承宪方回应了近日与刘亦菲分手的传闻。宋承宪方相关人士向韩国媒体表示，最近中国方面传出的宋承宪和刘亦菲分手一说不是事实，尤其是因为限韩令分手，更是毫无根据的。两人目前依然在美好的交往中。据悉，近日有中国媒体报道了宋承宪迫于限韩令压力，向刘亦菲提出了分手的消息。该媒体报道称，在限韩令后，刘亦菲与宋承宪的关系变得很尴尬，因为与韩国人交往，许多网友对这段恋情持反对态度。刘亦菲为了照顾粉丝们的心情，很少提及和宋承宪恋爱的事情。宋承宪近日迫于压力，单方面向刘亦菲提出了分手，称不能带给刘亦菲幸福。刘亦菲与宋承宪因合作拍摄电影《第三种爱情》结缘相恋，之后在2015年公开了恋情。